加完餐呢，白天加餐。他们要吃那个，我吃那个多吗？每个不跟他报那个，还不说报那么多，因为哪怕报这么多，那是我吃不了。白天在内场的时候呢，下午3点多啊，都是要换场地的。白天在内场的时候呢，就是下午3点多，白天出去，然后呢，大哥进来，这儿放一个，这儿放一个，跟着奶爸走啊，咱就知道大哥先吃哪儿了。这儿放一个，没有了。大哥在外场应该是吃了两根了，按这饭量。面面奶爸开心了，面面奶爸说是洗刷刷洗刷刷啊，今天。大哥在里边呢哈，大哥在里边着急呢。这边的话是听大哥在那着急呢。这里是蒙大。两个画面，今天是尝试一下，以后不一定要有两个画面，用一个画面就可以。啊，那还得充一下吧。好，记得锁。好了，待一会儿啊，大哥一会儿说加餐。看，先看大哥加餐，再看白天的加餐。大哥加餐，哎呦，马上4:08啊！蒙兰在奥运馆。大哥两顿可以合在一块吃。蒙兰在西边奥运馆。一碗就吃了。对。等等啊，三、二、一。开门，你看出来了，感谢雪人支持，谢谢。我们回屋了。好，家们4点段，咱们人手一张人票，手张人票飞一下，谢谢孙家们。4点段，手张人票飞起来。大哥，这问帅不帅？感谢喵喵，谢谢188人气票。你是王烟花吧？是金烟花，谢谢。这是蒙大。啊。我看你，想看直播。是，刚进来。啊。辛苦。不辛苦，姐姐。他一会儿吃完了，白天也要吃。这就吃完了。白天一会儿，他外场先做卫生，然后再吃。他这个蒙大。对，现在蒙大吃呢，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包包有啊，按摩师包包，但是那个说实在不建议大家买，太大了，这不好摆哈。那个包是装八块，他要卖一斤，大家1000块钱卖点大哥，一斤，对，他们是你的。大象椅子反而我明白了，提前做准备，赶紧转移。哪里？大象椅子超便宜的，大买什么？啊，我知道。好的，好的啊，好的。是小白天吗？啊，不是，白天出去了，这是蒙大。哦，换了。现在是不是都这样嘛？到3点的时候又要换场。只有白天在内场的时候会这样。哦。白天像明天全天外场的时候就不会了。美美的，不是说霸道总裁。大哥说加入。你要进去吗？不用不用，在那儿看就好了。是蒙大西洋的。没有这样还是。大哥吃的老香了哈，嘎嘎吃啊！大哥在外面都骂骂咧咧了，都出声了，不知道你们听不听见？那家伙的，急完了。大哥这是对我的挑战啊，对我的忍耐度挑战，这一次又一次摸底啊，摸底试探我呢哈。这个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2:30，然后呢推到3点，3点推到3:10，然后3:20，3:30，
然后今天都干到四点了，4:05了。大哥说这是对我的耐心一次次的试探啊，摸底啊。那家伙给大哥气的，大哥刚一边跑一边骂骂咧咧的呀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昨天似的，昨天那个大哎，大哥俩好，录屏就图朋友们，好，现在看不着。你要加关注的，咱们走走关注，谢谢大家支持。新手接弹幕的话，给大猫回复一下。啊，我说我现在只能看到勉强，这个大海在大大哥在这个镜头里。闪光灯，闪光灯，闪光灯关一下，谢谢。闪光灯，闪光灯。你呢？前面那个，哎。你要先关了，再看。然后闪光灯。是吧？感谢所有的姐妹。白天在洞口上，大哥都没过来聊天去。啊，这边。大哥说你发个场这么慢啊？还开着呢。台湾，你的手机都重新设置一下，你的还开着呢。是啊，本身可以设置的，你把它那个自动关了不就行了吗？哎呦，感谢我们哪个小姐姐的。想借家的每一个房子都能借家的，好，家人们喜欢大哥的没有点亮关注的，王艳华加一个宝哥的关注，感谢所有家人支持。大家先聊着，是不是萌大哈萌哒哒？感谢哪个冲天小姐姐，感谢简赞朱莉、爱心朱莉的朋友。萌大萌哒哒，新年大好，萌大宝贝啊！3/8/22好，谢谢。哎呦，大哥，妈妈是萌萌，开心的炫死我！感谢咱们送给娃娃包包，感谢娃娃好的萌大的，感谢所有简赞朱莉、爱心朱莉的朋友。这个大哥呀，就是两点多，每次、啊、吃的老美了哈。大哥吃的时候感觉都有点美中带着气。感谢团子，是刚刚那个白天团子姐，感谢还有那个小姐姐送给大哥的礼物，感谢我们简单助理、爱心助理、消停助理的朋友。这个连线有点看不清屏幕，等一会儿上前面的话断一下连线。大哥太可爱了。大海的只有卡金吗？咱们卡吗？只有卡片。厉害，我先找个人进来。好，家人们，现在4:14，咱们来吧，3、2、1，每个人助力点赞300一下，家人们，每人免费赞赞300个啊，3、2、1，点赞开始，家人们助力点赞30秒钟，每人300下，谢谢所有家人们。